每朝新闻头条，国际焦点，报章精华内容，社评摘要，一一为你扼要解读。D 一百新闻天地，主持李锦鸿、钟礼谦。早晨，2021年3月19日星期五，欢迎收听 D 一百新闻天地直播室，有老钟李锦鸿同钟礼谦为大家主持。哇，嚟到星期五啦，今日嚟讲啦，啲标题咧就少一啲数字啊，不过咧。今日嚟讲都有几多几特别嘅新闻嘅发展啊！当然焦点所在或者所谓新闻解读啦，都讲讲系有关咧呢个注射疫苗嘅问题啦。咁就香港即系其实我哋喺安排疫苗方面咧系做得唔错。嗯，最初啦，譬如我哋订疫苗啊等等，都嚟得几快咁啊。但系好大问题咧，出闸脱脚咁啊，喺科兴疫苗打头阵。老人家打头阵啊，这个呢就明显犯了一个呢几严重的错误，以致当出现了几个事故之后，这个就大大打击了即是群众的信心啦。大家信心，你跟着将个问题呢就不是自我检讨啊，就说因为有些人在抹黑等等啦，这就是没有一种即是自我反省和检视的能力啦。港府和医管局呢早前呢就不点名就批评一些的组织啦，用一些政治意见呢就凌驾了一些科学数据，就讲到即抹黑呢这个政府的接种计划。相关的组织呢亦都即出来讲啦，就说其实最不讲这个逻辑似乎都是这个香港政府，毕竟他们就不 是抗拒任何的疫苗接种计划，而是讲到只是拒绝接种这个科兴的。稍后新闻解读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疫苗的风波怎样影响到香港的抗疫进度。今天另一个的新闻重点当然就是这个中美的对话就会在今早的时间就会展开，市场都相当之长，有成下9个钟头啊。咁啊，有消息就话啦，中方咧就希望喺两个三场就合共呢个9小时嘅会谈入边啦，就要求美方咧，最重要啦就系撤销特朗普政府时期咧制定一啲嘅对华制裁措施啊。嗱，今次对话咧就基本上就各自去宣示立场啦，就互探呢个对方嘅底线啦，咁啊希望寻求咧有延续对话的空间，咁已经很好啦。咁啊到后嚟咧，大家留意咧就系有冇一个即系联合的一个的即是会谈的对谈的一个的结果出来啦，因为是各自表述啊，咁呢各自表述，跟住呢各自的媒体你返你去睇下环球时报啊、人民日报啊，你跟住嗰边去睇下呢个纽约时报啊、华尔街日报啊，咁两个版本唔同啊，咁呢我哋就一起睇啦，下星期一同大家一起睇。今日有一个财经新闻，基本上呢大家睇下财经新闻，但呢个呢有好深的政治含义，就讲到李嘉诚副手用一种新的方式去增持这个长实，将这个控股量增加到 45.02%。 本来是知道成哥玩财技，哇，这个出神入化，他掌握香港中港政治脉搏亦都是通透的，所以大家以前就跟着李嘉诚去投资，你现在看看在香港这个星期这么多微妙的政治板块移动民主派被这个大伤元气，你跟住下一波会不会就将香港原有一个所谓地产商那个影响力都减少呢？其实有风可寻的，所以李嘉诚父子这些真是闻到味道，会不会因此而改变了那个投资的策略，甚至有人说会不会淡出中港这个呢？留待稍后同大家再分析啊。即系除咗闻嘅味道之外咧，今日亦都睇到日后究竟香港一啲嘅组织有冇运行咧？咁今日就系讲到大公同埋文汇嘅头条咧，就系点名就系呢个民阵啦。咁大公报就用咗呢个民阵就非法运作19年啦。咁点解仲未取缔咧？亦都讲到啦。咁文汇就话民阵咧就掀起呢个暴恐伤痛仍然难平。咁就住呢个大公文汇啦，咁又开始去就住民阵嘅一啲嘅运作开始就发动一啲嘅舆论攻势嘅时候，咁民阵早前咧陆陆续续都有啲嘅附属嘅一啲嘅组织啦，咁退出咗之后，咁未来民阵嘅走向又会系点样发展？会唔会真系好似
陳浩桓之前都講過啦，咁啊，如果仲剩一日咧，都係唔會解散，咁但係個情勢又容唔容許咁樣做？嗱，民陣肯定係呢個重點打擊要取締對象。原因呢不單止是民陣本身有什麼的影響力，而是民陣一個號召市民上街一個的凝聚力。其實它沒有什麼影響力，它只有凝聚力。但現在你發覺無論中央政府你怎能夠控制到特區政府，你控制到議會，你控制不了人心。如果一旦這個口罩可以除低，大家可以自由活動，一聲令下，我行一個叫我愛香港運動，我出來行下街，我相信那個響應者 都大有其人，這個民心 的反應呢是中方不想見到的，所以將任何有凝聚力的組織哇都要提前瓦解。為什麼？因為今年是共產黨一個相當重要的年份，是要大肆慶祝的年份來的嘛。咁啊，先嚟讲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大致多云，早上一两阵嘅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7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咧，日间系相当温暖，早上沿岸有薄雾。星期日稍后咧系北风增强啊，下个星期初咧早上都会显著较凉。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8%。今日嘅新闻早点啦，带大家喺呢个疫情之下点样可以成功运到工啊！新闻早点，疫情底下一般人找工都困难。如果你有些身体的残障，或者不是一个100%健康人，你找工是更加难。一位是有自闭症迹象 的年轻人竟然是写封很有力的求职信，可以感动到雇主，怎么写得教我们啊？他直言在封信里面就说自己是有自闭症，希望未来的雇主也都明白，虽然他可能要以是不同于一般人的方式去学习，但是值得他们给个机会他，他也说到他需要一个导师去教他，但他学得很快，一旦你解释了他就会明白，又保证在获聘之后每日会努力工作。这个美国一个即将高中毕业的自闭症男生，早前其实现在都是在一间咖啡店打工，但是其实他想做的事业就是向着动画行业去发展。在一个很特别时期呢，你做任何事有少少叫出奇制胜。好啦，我们现在夜晚开四个人吃饭啦，于是很多的香港的大酒店呢都开返这个自助餐啦。哇，好难好足自助餐，因为呢可以尽情去食。哇，原来这个所谓放题式的食法呢，1000年前呢已经有，同埋海鲜大放题添。苏格兰的一批考古学家呢，早前就在东北部的奥克尼群岛呢，就发现了一个了。哇，原来去到这个公元五世纪的铁器时代呢，曾经都出现过一个露天放题式的豪宴。这个遗址呢出土了过10000件曾经是煮熟并且食过的贝壳，亦都在一个大坑里面，就以为会不会是一些地基来的呢，怎不知原来这个大坑洞呢就是一个煮食的一个地方，里面有很多的螺，有很多的贝壳类的一些厨余在这里。推算了，如果一个人是吃100个的母贝来计，至少这场宴会有成180人一起吃这些贝壳类的东西。那个是当时一些贵族，可能是红事或者白事才有这样的大宴的场面。原来这个海鲜放题有千年的历史了。我们将个镜头翻回来现在，特别是阿拉斯加冰柱当中呢，就有一件好热的新闻发生。当然这个热力呢是透射到海峡两岸的。两岸时评，今日自由时报的社论呢就是讲到了边个同国际抗中背道而驰呢。咁啊，社评就讲到了，从特朗普到拜登的时期呢，正是努力巩固和扩大一个民主阵营，就避免中共的极权独楼是继续恶化整个世界。咁但是面对中国呢，民主同盟最紧要呢都是防范出现一个破口。咁但是现在在这个战略前沿的台湾呢，对于中共的民工武客，咁啊朝野之间呢有不同的反应。相对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高度共识来讲，台湾内部似乎都有一些人士看起来是似乎是批评蔡英文政府的对外路线，但看真一点其实是跟对岸的讲法是相呼应，就好像一个全声筒的样，将中国有利的讲法转回去内部舆论。当中提到两个例子，第一
就是中国近年是升高对东海的侵扰，亦都讲到钓鱼台的问题。而另一个就是南海主权的争议，亦都是出现了一些内部的舆论好像帮北京开导这样。点解社评当然剑指这个国民党，但其实都讲出一个道理，就是台湾今天即係確實嗰、那個危機係升級咗，你睇連日嚟咧，自由時報嘅評論都講到嘅，佢個危機風險咧係升高咗，所以喺成我哋覺得好重要咧。美國對華政策兩黨係一致嘅，但喺台灣嚟講，反而咧對中國嗰個嘅睇法係似乎咧有啲嘅落差啦。呢、這個落差出現咗一個缺口啦，所以佢就覺得啊呢、這個所謂防線論一定咧唔可以出現缺口啊，所以咧。一方面是劍指這個國民黨，另一方面都覺得台灣一定要團結一致才能夠呢應付到未來的衝擊。再去講到這個中美的對話問題，環球時報今天的社評就講到中國呢要是多渠道去講清楚有六點的事情，亦都要處變北京。就講到了，現在中美阿拉斯加的對話就即將開始了，中國呢其實對今次的對話拿到實質的成果就沒什麼期望的，但是中国社会亦都做好了长期紧张和越来越紧张的思想准备。同时间也讲到今次的战略沟通就不是美方单方面施压的舞台，沟通必要的，亦都想讲清楚六点。第一，就是中国没有在亚太地区从事地缘政治扩张的野心。而第二，就是中国是摸索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内治理方式。第三就是讲到中国决不接受美国干涉我们的内政。社评也讲到了，今次的对话是不是想中国收回香港的国安法，还是收回人大关于香港选举制度的改变决定呢？社论就讲到，任何一个人都能够讲到美国政府如果有这个想法纯粹都是发梦。这六点其实都可圈可点，我相当成为了杨洁篪、王毅在这个会谈桌上呢，这个对话桌上呢，几个很重要的重点原则，这六点的坚持呢是很重要。但呢就你的姿态呢仍然是扭打的。一方面强调自己的新明的立场，但呢是没有摆出一个呢是寻求这个沟通对话。多啲了解嗰個咁嘅姿態咧，而係咧仍然要一定要好強硬、戰狼狼交。嗱點解咧？嗱呢個即係今日咧，蘋果嘅評論講一樣嘢，即係習近平喺國內亦都會受到一啲嘅批評壓力。所以喺外交上一定咧表現出一種好強硬，不能咧係喺美帝面前咧有任何嘅屈服低頭啊。咁所以咧，因為喺個之前嗰貿易談判方面咧，已經受到好多批評啦嘛。咁所以喺而家咧，咁呢個變出一個強大嘅一種嘅臂力嚟到支持到個外交嘅成就咧，呢個亦都係咧，習近平嗰個好重要嘅一個外交路線所在。所以還是亦都要呼應一樣嘢噶啦。睇完呢個中美嘅對話啦，當然都同大家睇下嗱，東京奧運咧，距離揭幕剩翻四個月，但係咧又出現咗一個新嘅風波啊！国际焦点，东京的奥组委继上月这个主席森喜朗因为讲过一句就是女性太多嘢讲的言论辞职了，今次亦都有一个风波出现，就是这个创意总监又出现又讲错嘢，就是负责统筹这个闭幕和开幕仪式的创意总监佐佐木宏就被揭发了，提出由这个大马艺人道边直美这样扮演这个奥运猪。这一番的言论当然是引起哗然，昨日亦都终于出来就道歉，并且呢就是辞职。讲起这个道边直人呢，就我想起香港已故艺人沈殿霞。他是一个大家很受欢迎的形象，一个比较平少少但很可爱。这位的创意总监呢，就本来都带一些讲笑性质。但是講少你看你自己的你個角色嘛，在这个时候这个东澳风雨飘摇，你講这样的少呢，结果亦都是搭上了去森喜朗那个情况。这个潜意识就在日本来讲，这种男尊女卑对女性的那种轻蔑的观念呢表露无遗了。他本身呢都是想吃个字，吃一吃这个奥林匹克嘛，想着奥林匹克这样，但是呢
原来这个所谓的冷笑话呢，令到其实一些筹组委员会里面的成员呢，尤其是男性呢，自己即作为男性都觉得，喂，你这样去叫个女性咁去扮只猪出场嘅时候呢，咁难免呢都係即係有少少即係侮辱咗其他人啦。咁道边直美呢亦都即係有个回应啦。就讲到嗱，坐在木云嘅讲话啦，令佢好惊讶。咁佢本人亦都对自己嘅体型呢係感到幸福。咁希望世人呢能够尊重彼此嘅个性同埋想法啦。其实坐在木云喺日本人心目中呢係一个相当出色嘅一位创意广告人啦。其实由佢去負責各方面統籌嗰個嘅創意設計，特別係開幕禮啊、閉幕禮呢啲好重要喎，呢個大家就睇嗰樣嘢。咁你陣前又逆水咧，咁對於即係整個東京奧運嚟講咧，即係確實又扣咗幾分啦。咁又要部署嗰嘢，咁而家問題咧睇見嚇，我都唔明白以日本嗰個科技進步經濟之雄厚，但係佢哋對於呢個注射疫苗咧。其实就不是很积极，也都看不到一个很好的部署，问题何在呢？真是不得其解了。真时间来到八点钟，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D100 新闻天地。每朝新闻头条，国际焦点，报章精华内容，社评摘要，一一为你扼要解读。 D100 新闻天地，主持李锦鸿、钟礼谦。早晨，2021年3月19日星期五，欢迎收听 D100 新闻天地直播室，由老总李锦鸿同钟礼谦为大家主持。好啦，当然这个星期的焦点都是在阿拉斯加这个这样的冰天雪地的地方呢，举行这个中美的二加二的 对话啦，都不可说是谈判，是对话来的，那就大家表达立场啦，大家看看摸摸底啦，咁就唔会有什么惊喜，但呢能够开始对话呢，咁就对解决呢个问题呢总係有一个好嘅方向。咁但呢将好多矛盾亦都显示出嚟呢，咁将来呢个中美呢个摆荡式震荡式嘅关系发展呢亦都值得我留意。点解要留意呢？因为即係同香港同台湾局势呢都好有关。其实对香港嚟讲，香港嘅大局已定，香港就似乎冇咩可以改变。但台湾嗰、那个即係风险指数提升咗啦，咁但呢个系值得关心，即係千祈唔好出现咗一啲误判同埋即係擦枪走火情况。当擦枪走火而家嘅情况就好少，而家啲情报各方面是很准确的，很多部署已经是很高科技，不会说因为某个将领出了事就会撞针，这个就不会的了，应该是。即除了这个中美大国之间的一些擦枪走火的问题，最切身最令到香港人担忧就是，喂，究竟而家疫苗就有了，究竟打哪只是安全呢？会不会不打，将来亦都即是真的有这个疫苗护照的时候，或者开回关的时候，你打错了疫苗，或者不是打人家批定那只疫苗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到日后的出行呢？稍后新闻解读呢再跟大家讲回，现在这个打疫苗的风波，先来看看今天的报章精华。报章精华，《蘋果日報》的頭條就是講到中美會談之前開火，香港、新疆、台灣的問題就不退讓，反制華的反民主行為就是來自這個布林肯的講話。南華早報的頭條也都講到這個中美對話和這個疫苗接種的問題。東方講到就是這個專家就憂慮多人甩底，前針就盡廢。星島的頭條講到长实170亿就扣呢个基金会嘅资产，李泽钜就话啦，股价更加好啊！今日头条用咗李嘉诚父子新招增持长实，将持股量系达到45.02%咧，做今日嘅头条。咁信报头条当然都系长实买资产，李嘉诚增持到45%咧，做呢个头条啦。我跟住睇睇呢个系明报啊，系啊，系明报嘅头条就系讲到。换药不换人，食环退休督察就翻阉10年，而大公报的头条就讲到民阵非法运作19年，为什么还未取缔，而文汇报就讲到民阵就牵暴行，伤痛仍难平。再看看苹果日报的报道，中美两国高官昨天就先后抵达美国阿拉斯加州最大城市安克雷奇，
进行拜登上台以来第一次的高层面对面会晤。有消息就说了，中方计划在两日三场合共长达九个钟头的会谈里面，是要求美方撤销特朗普时期制定的对华制裁措施。而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就扬言，在香港、新疆、台湾等的话题上面是没有妥协的余地。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在访问南韩的时候摆出强硬姿态，表明反制中国的反民主行为。外界就预料了这一场在冰天雪地举行的会谈是难有实质成果。苹果报道。星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批评全国人大单方面改变香港的选举制度决定，并且更新了香港自治法案，将进一步将24名香港和中国的官员是列入这个制裁名单，当中包括针对14名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言人就美国制裁行动是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批评美方是粗暴干预香港内政，做法是横蛮恶劣。又指选举制度是香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香港实施怎样的选举制度是中央的事权。这个来自星岛。苹果的报道讲到了，北京为香港强行订立港版国安法触动海外法官神经。身兼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的英国最高法院院长韦彦德勋爵昨天就出席英国国会听证会，明言若果香港情况是到了他们不能够再基于良知做下去，就不会留任。在去年底获特首林郑娥任命为中院非常任法官的英国最高法院副院长何之义勋爵亦都承认，在协助港人和香港法院以及保护英国法院名声之间是存有冲突。苹果的报道。近期好困扰香港人，就究竟是打哪些疫苗好呢，甚至是打定不打好呢。明报就报道了，香港暂时有超过276,000人是接种了新冠病毒的疫苗，接种 BioNTech 和科兴是各占27%和73%。卫生署下两个科学委员会昨天就审视本港预先采购的三种疫苗的最新数据。这个伏必泰 BioNTech 对三种变种病毒有部分是至高的保护，而尚未抵港的阿斯利康就对英国巴西的变异株是有效，但对南非变异株基本上就无效。对于康复者接种策略，委员会就建议带抗体者应该出院后90日就接种一剂 BioNTech 已经足够了。不过科兴就没有数据供上述两项的评估。委员会成员高本恩认为 BioNTech 是香港最有效和最安全的疫苗，建议港人是接种 BioNTech 伏必泰的。这来自明报。星岛的报道。新冠肺炎疫苗接种计划持续，卫生署辖下的联合科学委员会昨晚上再开会讨论疫苗的最新细节，当中包括在疫苗覆盖率已经达到什么水平才可以放宽防疫措施。卫生防护中心总监林建文就表示，在疫情回落以及疫苗覆盖率达到50%，相信是可以考虑逐步放宽防疫措施。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就指出了，到时是可以考虑放宽医院和院舍探访检测措施等。他又指，若果疫苗的覆盖率是达到75%，相信是可以和各个国家商议疫苗护照，以便市民外游。星岛报道。讲到打疫苗可能都难免有些政治的因素存在。明报报道，各国都是商讨紧设立这个疫苗护照，让已经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市民可以恢复出境旅游。卫生防护中心引述世卫说，目前非推行疫苗护照的成熟时机，疫苗短缺之下可以类似这个贫富悬殊的不公平现象。对于科兴疫苗未有针对外国变种病毒株的数据，市民去点选择呢？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就引述一个实例咁讲，佢话有人话刘医生咁啊打边只好啊？我仔去美国纽约咁，梗系打 BioNTech 啦。唔系嗱，我要去国内好多商业咁啊，梗系打科兴啦。咁到最后点啊？咁美国同中国要倾掂数啦，我觉得咧唔系我哋香港可以做噶啦。呢就明报一则嘅报道。明报另一则嘅报道讲到啦，本港寻日新增10宗嘅新型冠状病毒确诊，6宗本地感染入边，西营盘健身中心嘅群组咧系占3宗，其余3宗咧系源头不明。
政務司長張建宗昨日就表示了，個案追蹤辦公室為健身中心引發的群組爆發，最終是大約4700人檢疫或者強檢，即是平均從每宗的確診找出大約35名的接觸者或者家庭成員，是遠高於成立初期是大約4人，但仍然都未達到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倡議的每宗個案追蹤100人。明報的報導。星島，政府以先導方式安排首批10個院舍是接種疫苗，他們已經在本月的15號前是回覆社署選擇打哪一種的疫苗，但社署未有透露目前決定參加接種院友的人數，而原本該10家的院舍最快可在本月中是注射疫苗，社署公布安排有所變動，頭10家安老院舍的院友最早会在本月下旬就开始接种疫苗，其余院舍最早就在4月开展。政府疫苗专责工作小组成员、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表示，预期初期人数就不会太多，但不会影响接种的进程。这个来自星岛。苹果的报道，科兴疫苗开打不够一个月，累计7人接种后死亡，打击安老院舍长者和长期病患者的接种意欲。第一批获安排接种疫苗的安老院舍200多名院友入面，即有15人是同意接种，其中只有5个人是愿意接种科兴。协助长者预约接种的组织就透露了，近日是出现退针潮，大约是一半的长者希望取消预约。另外有调查就发现，近70%的受访市民是不打算或者未决定接种疫苗，更加超过10%人是转态拒绝接种。苹果报道。好，看回一些重要的财经新闻。星岛报道，长和系昨天是派发去年年度的成绩表的同时，长实就公布一个大deal，宣布以170亿元作价，向大股东旗下李嘉诚基金收购4家系欧洲公用公司的资产，以每股就51元，系发行3.33亿代价的股份去支付。代价股份较昨日收市价日价8.42%，而51元作价，较对上10个交易日的平均价是有10%的日价。长实又以相同的作价和股数向股东提出回购要约，并这个吊销股份，令长实完成交易之后股份数目是维持不变。李嘉诚家族的持股量就由 35.99% 是增加到 45.02%。 长实主席李泽钜说，希望个交易在股东同意后股价会靓仔些，股价会好些，帮股东制造价值。来自星岛。苹果的报道讲到了，网台主持杰斯尹耀星就被指去年在网上节目发表煽动言论，牵涉制裁香港官员，支持民主派35+初选，批评共产党等的内容。上个月就被起诉4项具有煽动意图行为罪，提堂之后被总裁判官兼国安法官苏慧德是拒绝保释，还押超过1个月。杰斯就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司法机构网站显示下个星期四早上聆讯，暂时就未公布由哪一位的法官审理。苹果的报道。好，看明报了。建制派议员谢伟俊昨天在立法会动议研究修订保护海港条例和落实观塘避风塘填海工程的议案，在民建联、工联会和自由党反对之下是不获通过。谢俊在总结发言时批评，不希望个别人士、行业、区域的利益是凌驾住屋的诉求，也是国家给港府建制派的重大讯息。他说中央政改目标背后是解决市民最深层次矛盾居住的问题，批评大党是破坏阻止香港进步的绊脚石，而如政府继续在个避风塘那里躲起来了。这个来自明报。再睇下嚟自星岛嘅专访，就是北京出手改革香港选举制度，新思维主席狄志远近日就预告啦，正系计划集合同路人参选立法会。咁佢接受星岛嘅专访嘅时候就透露，除咗佢本人之外咧，
另外亦都有四个人是透露有意参选，暂时就未决定沿用新思维的排头定是另起炉灶。咁狄志远就形容参选的定位咧会系未激进化的民主党。咁相信香港经过多年的抗争无果之后，选民或者会重新考虑和理非路线。咁佢就话啦，事前咧就冇向西环探口风，但系过去持续有同中联办沟通，双方咧系有信任，唔担心入闸嘅问题。嚟自星岛嘅专访。明报，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容海恩质疑年底开幕嘅西九文化区 Empress 呢个博物馆，其中一幅就系艾薇薇嘅作品，系对中国不敬。艾薇薇琴日接受呢个港台访问时咧，话对事件感到遗憾，但同时咧有啲兴奋，为佢喺当今艺术史咧投下咗赞同票。艺发局视觉艺术小组主席陈锦成就形容容海恩见识少，并且不懂文化艺术。容海恩就话咧，唔认为呢个见识问题，而系对国家同中央嘅尊重。有间展品放喺嗰度展示咧，就并不合适，亦都怀疑有人咧可能违反呢个港区国安法。这个嚟自明报。星岛的报道讲到啦，星岛咧就接获消息就话啦，曾经话香港应该是属于全球的城市，支持港人可以对港独自由发声，认为中央通过港区国安法是违反基本法的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讲座教授李正军，前年十一月在台湾演讲期间是承认身穿上守护孩子的黄背心，企喺防暴警察面前为示威者争取时间撤退，又承认自己是做了可以被定义为触犯香港法例的事情。科大校董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就强烈批评李正军的言行，认为他是没有资格在科大执教。科大的发言人回应星岛的时候就表示，校方是有机制处理涉及教职员的投诉。星岛报道。我看这一则都跟这个教育有关新闻。明报报道，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中小及大学都需要展开国安教育。据了解，八间资大大学早前收到教资会是发出启动筹划信件，提醒八大留意四个战略方向，其中一个就要发展全人教育，列明大学必须教授宪法、基本法和港区国安法，八大之后需提交下一个学术规划的周期的学术发展建议书，这个是会影响到大学获分配学额的数目。教育会长冯伟华就担心，在竞逐资源的背景底下，大学推行国安教育可能要斗嘴糊得多了。这个来自是明报报道，跟着看报章的社评。社评摘要。苹果的评论就讲到了，今次这个中美外交高层2+2的会谈就会在香港时间今日清晨在美国阿拉斯加举行。诡异的是，会谈的时间地点都是显示美方力压中方，双方在会前更加是恶语相向，而不是营造良好气氛，令到外界看不到中美关系有破冰的希望。中共官员这此行呢，是堪比台湾总统陈水扁在2007年过境的时候所描述的忍辱负重。无论戏演得好不好，有没有成果呢，都是不重要，最终都是会宣传成为习近平对美外交的一次胜利。来自苹果评论。明报就论到说，美国不断去拉拢盟友站边归队是压制中国，日本之前一直采取战略的模糊策略，避免公开表明立场，但本星期美日防长外长2+2会谈后的联合声明，罕有地就点名指控中国，甚至传出美日将会针对尖角诸岛，即是钓鱼岛，举行大型的海空军的军演。北京关注日本对华战略的变化，围绕钓鱼岛的争议近期亦见升温，未来几个月不排除中日关系会急转直下，出现更多的摩擦。这来自明报。星岛的社论就讲到了，英国对华政策是出现微妙的转变，英国外相蓝通文就被揭表里不一，一方面在香港新疆问题上面是猛烈抨击中国，但另一方面就在内部讲话中是表明要同违法人权的国家做生意，是不毛尴尬，但就反映了英国对华采取的双面政策，既是大力打压中国，又想是
由中国取得的经贸利益帮助英国的经济走出困境。英国政客以现实的利益为依归，人权价值等只是谋取利益的工具，被用作棋子的香港逃亡者恐怕是会成为弃卒。星岛社论。好，当然打疫苗都成为了舆论的焦点。经济就提出说，科兴疫苗第二针最快下星期五就开打了，当局至少出三招的准备。首先要严防有人是心生疑虑是变卦，港府必须加强宣传解说。其次，由于第二剂接种反应将更加强烈，港府应有更加清晰的不宜接种指引。最后，港府是要回应医学和药剂界的质疑，讲清楚有什么情景之下可以中途是换这个疫苗，譬如说是过敏等等。这来自是经济的社评。文汇社评，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就不断散播抹黑疫苗假消息，第一位打针打死人，警察接种之后染病等等，这些谣言是毫无科学根据，误导市民，影响市民接种的信心，严重干扰本港的抗疫，特区政府必须严肃澄清，以正视听，更加要打击蓄意散播疫苗假消息的恶行。广大市民就要相信科学，听取专家意见，踊跃接种，护己护人。文汇社评。信报就从这个联储局最近议息结果，表面上好像平平无奇，其实是故意淡定，是另有玄机的。信报认为经济复苏，通胀重现，债息回升是正常不过，如果美国经济增长一如大行以至决策者预期一样，更胜是疫前呢，联储局越是摆出一甲到底的姿态，市场就会猜试是央行的底线。新旧债主江拉克和这个格罗斯不约而同都爆自己已经做空了美债，不是正是在那摸底吗？这个先是金融市场此刻面对最大的风险。这个来自信报社评。跟着今天解读一下，就是香港疫苗已经开始注射了一段时间，但是很多问题仍然是未解决的。新闻解读。刚才都睇见两篇社评都有不同的睇法啦。经济就话咧，你科兴要打第二针啦，好多嘢你要执漏，要做好各方面的部署啦。文汇一如都话就将所有的罪名就话是啲传媒抹黑啊，别有用心人士等等。其实我哋翻翻一个科学的理性的角度啦。科兴疫苗其实都是一个全世界好地方都打紧嘅，亦都唔可以话系国产一定唔好。但系关键就系你如果你详细睇翻啲资料其实好简单啫。喺内地打科兴疫苗系60岁以下嘅，喺内地好清楚譬如你有啲嘅病症系不适宜打科兴疫苗，但政府推出科兴疫苗嘅时候就好明显系太过政治挂帅。太过表达一种嘅即系我哋要信任中国嘅态度，以致咧好多资讯系未清晰嘅交代，直至有老人家出咗事咧，咁先至咧去回应到啦。咁呢个系确实咧喺部署上都犯咗一啲嘅基本嘅毛病嘅吓。咁即系呢个疫苗嘅接种计划啦，咁又喺引入呢、这个科兴要是紧急使用的时候已经是备受批评，就讲到喂你都没有第三期的临床数据的时候，急就章会不会引起公众不信任的情况呢？现在事实就是越来越多怀疑是跟这个接种科兴之后出现的事故的时候，很多市民都为了自己的命仔考虑会不会不打第二针，甚至预约了打第一针的市民都是决定了不打了。尤其是在一些长者，尤其是过了60岁或者是有长期病患的人士，他们打针政府就说你要先问一下你的家庭医生，再看一下你的状况是适不适合打。但是呢，不是个个的长者或者市民都是有这样的经济能力去找到一些家庭医生，其实很多人都是要靠着去政府的医疗系统才可以
做得到这个判断，但是现在疫苗有了，但是打和不打呢似乎都还在市民心中都是50-50、另一个、政府、犯的毛病就是现在政府的民望这么低残，无论你林郑好或者、陈姑娘好，在市民心目中其实大家不信任你、你讲东我是去西的，所以你用回政府、这些、行政的一些领就出来 去主动今次打疫苗的计划，亦都是一个错误。你聪明的一个从这个、公关策来讲，你多些找专家挂税、多些找、你基本上那些制度在这里，你有委员会，有这个什么委员会，你找他们来到 去带头，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清晰你怎样打好场公关仗、来到这个情况底下，其实很多人回不到转头，信心的东西呢本来都不好信你了，你又出了事，未印证更加大家不敢去打了。所以其实昨天都有、医学界的、医生都提出说现在要引入呢新疫苗，有些新譬如说美国的强生那种，那个说老人家那个反应是最小、你未马上去做这些事，就不要再在撑、或者将这些事又抹黑、又说谁来到、即捣乱这样。但是引入这个强生疫苗固然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强生的疫苗呢是美国去制的，但是现在又适逢这个中美的对话，究竟能不能够成功引入这个美国强生疫苗呢，是我们香港人的一厢情愿，还是还有这个划船的空间呢，再看这个中美。所以香港政府应该跳出了中美这样的矛盾方面，回到那个实际的科学、即是不要有任何呢是带有太多将太多的政治元素加上那些疫苗身上，那这一针呢就确实挺难打。比如我刚才读明报都讲到，引述刘宇龙医生说，即是、个老豆回大陆做生意，你当然要打科兴，个仔去美国做事你就打科兴就不承认你，这些其实都是应该考虑的地方的。所以究竟打哪只疫苗，打不打疫苗呢，真的要问清楚医生才好再决定了，毕竟呢